胶研花生米的M袋平行真空包装解决方案，预冬包装机运行速度为37包每分钟。通过吸盘下取代的原理，自动取代并上袋，每次只取一个袋子。M袋包装机跟普通的给袋式包装机不一样，特制的机夹子夹住 M 袋四个边，再通过真空吸盘把袋口吸开，撑袋片插入袋口，并把袋口一直撑到下料工位。 下料斗插入袋口，采用多头组合秤实现自动称重，称重好的椒盐花生米通过下料斗稳稳入袋。接下来采用旋转吹气的原理清理袋口杂质，特别注意的是 M 的侧边折合装置和袋口拉直后的预点封装置。接着转接到第二转盘的真空腔体里面，腔盖下往上合拢，依次完成全自动拍平、抽真空与封口工作。 真空腔体放气后，腔盖上往下自动打开，包装好的成品通过斜板滑落到输送带上。接下来检查一下成品，大家仔细看，封口品相和拍平效果非常好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玉小白，欢迎关注温州豫东下期视频。